吼，诶，迄款理论吼，你爱清楚了解就对了吼，对。所以今日要讲的这个佛学讲座是三学与十法界了吼，三学甲十法界就对了吼。迄、那个释迦牟尼佛吼，伊这个三十一岁吼，迄、那个正道啦吼，正道安尼。啊，咱咧八十岁啊，演寺啦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吼，迄、那个说法吼，弘法都啊49年啦，哦，49年就对啦。啊，49年吼，有人讲，即个佛所讲的法是84000法门啦，意思讲法门足济就对啦吼，因无共众生的需求吼。讲无同的法门啊，所以伊讲佛吼，讲84000法门啊吼。讲佛祖吼，一世人讲法49年啊，伊讲84000的修行、修行的方法啦。当然，这84000是一个比喻啦，是讲伊讲方法足济啦。但是方法吼，修行方法较济吼。修行方法虽然84000门吼，但是无超过这三门啦。哦，所以佛法吼，加归纳起来吼。不超过这三门啊，叫做三学啦，哦，三学安尼。所以佛祖吼讲49年的佛法，讲84000的法门吼，但是加归纳起来是呐，分作三大类啦，叫做三学就对啦吼。第一就是戒学啦，第二定学啦，第三吼就是迄款迄个慧学就对啦吼，慧学。所以佛祖讲遐一法门吼，甲归纳起来吼，带三大类啦。啊，其实吼要学佛是足简单诶啦。啊，但是吼，即摆佛教吼，拢甲用甲足复杂诶，你知影？即摆佛教吼，拢甲即个修行甲用甲足复杂诶，其实拢毋对啦。迄含迄个原始吼。释迦牟尼佛，迄当初在世的迄个佛法吼，拢照经去，你知影？所以即摆分，你甲看迄个即摆社会上有足侪门派的迄个佛法吼，根本迄拢毋是正经的佛法，你知影无？对。啊，原始三个佛法吼，都即三项啦吼，吼，迄款三学啦，第一叫做戒学啦吼。所以咱讲戒定慧啦，戒学、定学甲慧学啦。所以修行吼，爱依止吼，这三门吼来修行，安尼就是正班的啦，叫做正道啦，吼正道安尼啦吼。第一就是戒学啦吼，这个佛吼有制定一挂迄个戒律啦。这个戒律吼，伊个目的就是要规范咱人个，规范修行人个迄个生活啦。吼、哦，讲你举止行动都爱安怎做，才有合乎迄款即个佛你讲个迄个戒学啦。吼、哦，所以伊即个戒学是规范咱人个生活啦。啊，规范咱人的生活举止、行动、心口意吼，迄个三项吼，伊目的是返回自个啦，惊咱人吼，非非三做，你知影？非非三做，乌白做安尼。啊，你若讲非非三做，乌白做，还是讲无应该做的你做，还是讲都毋是安尼做，毋是安尼做，啊，你安尼做的时阵吼。惊你人的心乱呢，惊
惊你的心会乱去安尼啦，惊你人的心会乱去啦，所以伊吼、哦、叫做戒学啦，戒学啦，所以规范生活啦吼，防火自固啦吼，所以这门吼、哦、叫做迄款基础就对啦吼。所以这个戒学吼，就是这个修行的基础啦。不管你修到一门的吼，不管你修到一门的，拢爱遵守这个戒律啦。啊，那在迄个佛所制定的戒律吼，出家迄款比丘吼，有250个戒律啦，爱遵守250条啦。啊，出家的比丘尼吼，爱遵守348条啦，哦，迄个足济啦。啊，咱在家修行的人遵守五条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在家修的就是五条啦，吼、哦。迄、那个不杀啦，吼、哦，袂使杀生啦。啊，不，迄、那个不杀不盗啦，吼、哦。袂使甲人偷窃物件啦，吼，啊袂使占想要占人个便宜啦，吼，啊不杀人啦，吼，就是讲袂使含太太，啊是迄款迄个翁某以外的人吼发生关系啦，吼，吼对啦，不杀不盗不淫啦，啊不妄啦，不妄语就讲。袂使讲白贼话啦吼，第五就是袂使啉酒啦吼，因为酒啉落吼就会火啦吼，对啊，啊有火落去吼，你杀到瘾吼，都拢恶白做啊，安尼对。啊，伊个即马吼，伊个即马佫有车哩啥吼，所以酒来啉落的时阵吼，你的车会开了无好，拢会去伤害到别人，佮伤害家己的迄、那个。人的生命安全，所以袂使吼。所以这个戒学吼，就是要规范修行人的生活啦。啊，互你这个人的生活吼，会当正常吼，防止吼你非非三者啊做一挂过错安尼。所以这个戒学吼，就是基础尔啦，伊是基础啦吼。即马搁过来了吼，叫做定学啦吼，定学安尼。即、这个定学吼，介重要就是讲，要安怎让你的迄、那个清净，你的心心呐、啊、吼，心心呐、啊，哎，身心清净呐、啊、吼。即个叫做行文呐、啊，什么行文呢？像安尼坐禅就是啊。当你坐禅的当中，要安怎让你的即个身躯放松，啊，你的意念吼、哦，爱集中伫呼吸，啊，念佛号。啊，上尾啊，怎啊，甲放松、放空啊，怎啊，规个人拢怎啊清净？即个是即个定学吼，的目的就是要互你清净你的肉体甲心呐。啊，即个叫做行门，行门就是讲要叫你安尼，叫你安尼来做啦，叫你安尼做吼，你才会心心清净安尼对。啊，修行吼，的重点就这个啦，这个就重点啦，这个叫做重点啦吼。对，重点就对啦吼。所以这个是修行重点吼。修行的目的，就是要安怎让你的心心清净改变。啊，你做一行文，就是讲你一切行为吼，你一切行为若无在了，让你心心清净，安尼就走正去啊，安尼绝对不是修行就对了吼。所以有现代有足侪宗教，你举办足侪活动的时阵吼。当然，你举办活动的当中，迄是甲你训练是无唔对啦。但是你举办活动的中间，你的
心心也有清净吼，安尼含即个释迦牟佛、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三拍的主要重点，走正去安尼，安尼都毋是修行啊，就对了吼，毋是修行啊，对。不过来叫做慧学啦，慧学，什么叫慧学呢？就是改正去的观念啦，因为咱人吼的观念无好啦吼。就是众生的观念拢无好啦，啊，所以会到这个六道吼，你轮回就对咧。所以佛就是叫你吼爱迄个坐禅，然后呢，大家心心清净，心清净了后对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行文啦，啊，再过来改文，就是讲观念爱去改变啦。你观念若无改变的时阵吼，你观念若无改变的时阵，你无在条一天24小时拢保持迄个身心清净，你无在条啦。所以定文爱搁合搁迄个定学加慧学啦，就行文加改文就对啦吼，对。所以身心清净啊，这个是行文啦。啊！你的观念改过来了，你从迄个对即马开始的时阵吼，你的心永远拢保持清净。这个改文，改文就是讲迄个迄个，讲海智慧有开，啊，然后你的心就会清净就对了吼。所以咱头仔讲即个佛恭敬49年啦。啊，法门有84000的法门啊，84000的迄个修行方法啦、啊。但是吼、哦，无超过这三个迄款部门啊。所有的法门拢爱合乎这三个部门，安尼才有算修行啦、啊。啊，你若无合乎这三个部门的时阵哦，迄是你讲，毋是佛讲的啊。迄是你讲，毋是释迦牟尼佛讲的、啊。这句话介重要，介重要吼，对哦。有诶佛寺起到足大间哦，啊，人互人去参观，对啊。啊，参观诶时阵吼，是感觉讲哦，足庄严是对啦。但是你参观诶时阵吼，啊，若目睭安尼看，啊，心无别心诶时阵啦，安尼来就已经含你去看电影，去参观迄个看迄个游乐园讲意思，诶，安尼就含佛法吼。造精气安尼对，所以咱爱知影意思啊，所以爱注重这个三学啦，第一个戒学啦，戒学就是咱在家人爱修五戒，不杀、不淫、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，啊，迄款不妄语、加不酒了哈，无啉酒安尼对，啊，这五戒时阵吼，像讲咱啊。修行人也无食薰，也无啉烧酒，也无跋筊，也无乱来。啊，这就是咱的本分，你知影对？哦，啊，这个生活爱正常吼，对。所以这就是规范咱的生活，规范咱的生活，互咱人吼，莫去乌白做，啊，产生过错。你人若乌白做，产生过错，你人就会惊，心就袂安稳啦。心若袂安稳的时阵吼，你就无在条心心清净，你就无在条啦。所以这个是，这个哦，戒学就是一切佛法的基础啦。啊，也是一切吼，迄个修行的基础啦。不管是迄个天主教、基督教啊，加迄个佛教也好吼，伊拢吼有迄款实际啦、实戒吼，迄款。即、这个基督教也属这，属这多啊！咱的迄个十善业道啦，哦，不贪不嗔不痴不杀不盗不淫不恶口不两舌不妄言不绮语安尼对。所有的宗教吼，伊有戒律吼，拢是要规范咱人的生活，修行人的生活，莫互你恶变做，啊，互你的心吼会当袂跨界，袂惊吓。安尼才有接了进入迄款第二项叫做定学啦。啊，定学除了你袂做，啊，身躯吼，规身躯拢足轻松，也无啥物
化解的时阵吼，你爱过透过坐禅啦。坐禅的时阵吼，互你的迄款心怎啊一直清净咧？啊，了后吼，你的心会现出光明啦，会光的光一定会照出来就对了吼。即、這个叫做定学啊，定学啊咧。啊，即、這个定学吼，就是即个一切修行吼最主要的重点啦。重点啦！啊，你修行若无行到这定学吼，你袂使讲你修行啦。你若无行到定，无行到心性清净的时阵吼，上起码你是做一挂善事安尼尔啦，对。好，啊，你做修行的时阵爱禅定，迄个心性的清净的了后吼，你爱把你的观念改变啦。因为咱人吼有迄款有八意识就对啦，吼、哦，迄款啊，顺口迄款迄个，迄款迄个眼耳鼻舌身意吼，六识啦，哦，搁一个迄款啊莫那吼，搁一个阿赖耶啦。啊，一个第八意识吼，就是咱人吼的迄款迄个潜意识啊，咱人潜意识啊。啊，潜意识吼的迄个内底有足侪迄个经济啊，有经济。啊，咱人的去轮回转世吼，就是迄个潜意识第八意识吼，迄个潜意识吼。当然，咱人死去了，存迄个潜意识吼，你就会去。找你有缘的迄款所在去投胎转世啦，对。啊，你的潜意识呐，站的时阵，你就是生伫站的所在。你潜意识呐无好，你就去生伫无好的所在。啊，你潜意识呐清净的，伊就会出三界安尼。所以，这个禅定哦，是让咱心性清净安尼。对啊，这个回向的时阵吼，就是解文，就是讲你，互你的透过你的迄款观照，互你的迄个心的观念怎啊转为清净就对了。好，我即马要开始讲迄个重点嘛，对啊，对。哦，这个，即马来讲十法界就对了哈。佛哦，讲咱整个宇宙哦，有十个迄个法界啦。这个法界就是生命层次啦哈。哦，说。所有的迄个宇宙吼，有十个迄个生命的迄个阶层啊咧，相关吼就是佛的迄个阶层啊。第二个就是菩萨的阶层啊。第三就是观觉啊，第四叫做声闻啊吼。吼，啊，这四个时阵叫做四性法界，就是这四个就是。四个圣人的法界啦，圣人啦吼，什么叫做圣人呢？唔免阁出世伫这世间咧受苦啦。啊，伊若要来这世间吼，随时来，随时跟我等地安尼啦。哦，伊要来世间的时阵，随时来，随时等地啦。啊，咱要来这世间的时阵，若是互咱的下迄个业力，甲咱业来。哦，但是要等伊吼，咱无在调迄款做主啦。哦，啊，四性法界的时阵，就是讲伊这个四个圣人的法界吼，伊的生命吼，唔免阁轮回啦，唔免阁轮回啦。啊，伊若伫出世伫这世间，就是伊的愿力来啊，哦，伊要救众生来。啊，伊若这个愿力吼，若完成了吼，伊就阁倒转去伊的迄个圣人的法界安尼对。我讲哦，各位听啦吼，即、這个四性法界吼，伊个叫做净业啦，净业啦吼，净业啦吼，净业安尼对。
好啊，即嘛吼，也还佫六个法界吼，就是天的法界啊。即、这个天明吼有28定啦吼，欲界吼有六定天啦吼，六定天啦。啊，咱呢色界吼有18定天啦，无色界有4定啦。所以伫咱的人人世间，佮起立的天顶吼有28定就对啦，28定天啦吼对。所以呢，即个叫做天法界啊。第二吼叫做阿修罗法界啊，阿修罗法界啊咧，阿修罗法界吼，那伫天的阿修罗是伊有天的福报啦，但是吼伊的迄款迄个圣地吼，较厉害，要找人输赢咧就对啦。所以伊福报是足大个吼，但是吼伊常常嘛多咧斗争啦吼，这是阿修罗的法界咧。第三就是咱人世间的法界啊，咱世间啊，对。不过迄个精生铁生啊，吼，对。精生铁生吼，有分迄款水底啊，吼，鱼啊，吼，啊虾啊，吼，哦啊，迄款迄个，哦，鱼啊虾啊，迄款就是迄款水底啊。有伫土骹啦，鸡仔鸟啦。迄个鸡啊啦、鸭啦、羊啦、牛啦、马迄款的吼，安尼啊有伫天顶咧飞啦吼，鸟啊对啦吼对，啊佫有迄款迄落个啊，有迄个像讲迄个虫啦吼，虫原来是属于畜生的，都化作就对啦吼。佫过来恶鬼呢，就是咱人吼，在生吼伤贪心啦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，迄、那个贪心不足吼，蛇吞象啊，啊就对了。哦，一只蛇吼，啊好啊，心贪心足大吼，要甲食一，要甲象吼，甲吞落安尼，结果食到尾啊，吼，家己去筋，身躯去筋啊破，甲死去安尼对。恶鬼就是讲吼，伊吼。常常咧贪心不足啦，贪心不足的人吼未满足啦，贪心不足啊，拢要会想尽办法吼，要愈贪愈济吼，所以人死去吼，会走去外迄个外鬼道啦。不过咧，迄个地界的迄款迄个法界吼，地界就是在生吼。在生吼、哦，迄款做恶道端卡会入去落迄款地界法界安尼好。好啊，即嘛吼，爱注意即个重点就对啦吼，重点吼。咱头仔讲四圣法界吼是正业啦吼，六凡法界是染业啦，染业对。啊，即、這个六凡法界吼有的染业有分即、這个。善业都染啦，甲恶业都染啦，对。所以，即个天人啊，修罗甲人吼，就是迄、那个，伊是染业的善业吼，占较济啦。所以伊生到迄款迄个三善道啦，畜生无鬼甲地狱吼，伊是染业的恶业占较济吼，所以伊。啊，生伫三恶道啦，对。好，啊，咱头拄仔讲过啊，就是讲，不管你是善业也好，还是恶业也好，拢是染业啦。这点介重要，所以唔是讲干呐做善事，就是有在表出三界，这无这个道理啦。所以像迄金刚经嘛来讲，你看迄、那个。哦，菩萨吼、哦，迄款应无所住而行布施啦。你布施的时阵吼、哦，你袂使有布施的妄想、人想、甲不想啦。所以就是讲，你布施的时阵吼、哦，你爱搁清净。你布施的时阵，你若有迄个妄想哦，我啊，布施迄个人偌济钱，哎，我
布施迄个团体偌侪钱的时阵，迄个就是善业的染啦，对。善业的染的时阵吼，原来是伫迄款六道的当中啦。啊，何况迄个恶业啊吼，恶业咱就讲杀盗淫啦吼，哎，迄款贪嗔痴慢疑吼，贪嗔痴慢疑，这拢是恶业就对啦。啊，这个恶业是迄款这个三恶道吼会残累的对啦吼。啊，即马这个讲了，要搁恢复这个就对啦，对啊。不管你做的业吼，当然是恶业是唔好啦。你做的业是善业，但是你心心若无清净，你嘛是染恶啦，染恶你知？啊，若染恶的时阵，你上高的性命，你爬到遮尔啦，无遮了出三界啦。啊，问题咱是讲佛学当中是要学佛。要学佛就要成佛啦，是安怎你要学佛？就是讲有一天我要成佛，安尼会当了脱生死吼，啊，而且智慧拢开啊，然后来迄款道行啦、智慧啦，搁迄款迄个神通道览吼，不可思议，搁有则啦救众生啦吼，搁来方法迄个救众生安尼。啊，你若要安尼的时阵，你就爱脱离这个染业，达到正业，你才有才调啦。你若无达到这个正业的话，吼，你在这边打滚的话，吼，安尼唔是你学佛啦，迄是你做一个人间的善法尔。我头先有讲，学佛目的就是要成佛啦。啊，成佛吼。就是这个正业才有才成佛啦。好，啊，我即马要再讲吼。对，讲四圣法界吼，四圣法界吼，佛、菩萨、观觉啊、声闻吼，伊是正业啊。啊，伫正业佫分这四个法界，就是心的清净度啦。心的清净度，你心的清净度啦，愈悬，伊的迄个生命的定数就愈悬啦。生命的定数愈悬，对。我讲来听啦吼，佛的迄个心的清净度吼，伊袂乌白心啦。安尼，你来怎？佛吼的迄款迄个法界吼，成佛的人吼，伊心吼。伊袂起心动念，伊袂乌白想，袂乌白想着。菩萨吼，菩萨的心吼，伊会想，但是伊无甲分别啦，无甲分别哩啊，无分别啦。啥物叫无分别呢？伊会想，我想讲，我譬如来讲，开始讲哦，即个本差啦吼，对。啊，那菩萨的时阵，伊知影即个是板差啦，但是伊袂甲想讲，即个是红的，还是黄的，还是即个槟榔，伊无分别啦。伊的心啦是讲红的啦、黄的啦，拢是板差，所以伊袂起分别心啦。所以伊的心，伊有念。但是咧，起分别，所以伊迄款圣人的境界，伊就是菩萨啦。啊，声闻吼，甲缘觉的境界吼，伊会分别，但是伊袂执着啦，袂执着啦，不会执着，无安尼袂使啦。啊，世间人对这话就是无安尼袂使，啊，无安尼袂使吼，的心，你的心就是无清净啊。所以，咱修行的重点就讲，要安怎让你的身心会当清净吼，啊，而且愈清净愈好啦，清净到念头拢无去啊。所以我定定讲啊，讲
无我最真呐、啊，无恋最美。当你感觉这个我已经消失了，那个是上真的一生命啊。当你想定定到念头拢无去啊，无去念头，规个拢全清去啊，啊全爱翻光的时阵哦，迄阵的生命上水就对了，对。好啊，我所以我会安尼讲的时阵，就是讲你的清净。清净你的身心，身心清净的时阵吼，爱一点提升啊，互你的心愈清净吼，你未来的生命绝对会愈悬啊，对。不过呢，这个六道吼，伊就是染恶啦，心无清净啊，心无清净，对。啊，心无清净的时阵，心无清净分善恶名啦吼。啊，咱头头也讲讲，心若无清净哦，会起心动念都善恶啦。对，染恶吼，就是分善恶啦。啊，我讲哦，各位听吼，善呢就是为别人设想，就是善呢啦。恶的就是为家己设想，就是恶的。佛法的迄个善恶的界限就是这样啊。你处处为别人设想的时阵，那就是善的啦，对啊。啊，你处处拢为家己设想吼，的时阵，你就是恶的啦。啊，不管为家己设想，还是为别人设想，你若有设想的时阵，就是善恶啦。染恶哦，啊，即嘛安尼，所以你若即个染恶若是善的吼，你即个染恶呢，心若善，伊生命就对顶菩提啊，菩提到遮上观啊。啊，你染恶若是恶的吼，你生命就对伊啊沉落啦，你生命就对伊啊沉落。顶到尾啊，我到地甲，啊地甲上尾啊，人咧讲讲无间地狱啦，啊那咱世间人讲十八层地甲，有个人讲十九层啊，对，啊迄时阵，迄都恶的吼，恶大地吼，伊都是迄个生命吼会愈低啦，啊你善的吼，那善到迄款正贫困的时阵吼。你就会覆盖到遮啦。啊，粉吼，毋是叫人毋通做善啦吼。伊有一句话安尼讲啦吼。所以，即个是修行人啊，一定爱知影。你若无了解安尼时阵，迄修行是妄修啦，爱对人修吼，毋是佛所讲的吼。所以有一句句吼，叫做七佛通句就对了吼。我感觉吼，迄个即句即个字吼，是介重要吼，叫做七佛通句就对了吼。他们叫啥物叫做七佛你知影吼？因为释迦牟尼佛吼，就是迄个莲劫吼，第四尊佛啦吼。
释迦牟尼佛吼，咱这个时空吼，叫行劫啦吼，行劫啊，遐行劫吼，有一千尊佛吼，会伫这个行劫内底吼成佛啦。释迦牟尼佛是这个行劫的第四尊啦，第四尊啦，第四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是行劫的迄款第四尊啦，所以行劫有四尊佛啦，包括释迦牟尼佛啦，啊，各个过的一千尊佛叫做庄严劫啦，有三尊佛啦，所以拢总有七尊佛吼。伊七尊佛的统计，七尊佛拢安尼讲啦，即七尊佛拢安尼讲，讲修行的重点就对啦。哦，第一，自我魔咒就是咱头拄仔咧讲迄个戒律啊。自王袂使做啦，所有恶袂使做，对。这都是戒律啦，戒律啦。啊，戒律就是一切修行的基础啦。不管你修哪一门的，还是欲一宗教，恶拢袂使做吼。所以这七无通志嘛，讲自我魔咒，这个就是防止吼你往生三恶道。第二个众生，迄就是作恶，才会入三恶道，所以诸恶莫作吼，你就袂落三恶道了。对，众善奉行吼，你想起码吼，会当天阿修罗尊啦。即句呐，做会到吼，你袂去三恶道啦。即句你若做会到吼，你想起码吼，要有这个天界啦，还是人世间的迄款条件啦，对。啊，这两句做较到的时阵吼，这两句啦做较到上悬到遮尔啦，安尼你听无？上悬到天尔，对。所以伊才搁一个自证其意，自证其意的意思讲，恶袂使做，先你做吼。也袂使甲藏伫心肝内，因为你恶做的时阵吼，是怎的？你先甲做落去，你也藏伫心肝内，又安怎的？哇！啊，怎的时阵上悬到天福界，你无再搁去哩，所以你无资格讲要学佛啊。学佛目的就是要成佛啊，所以这句的关键是自证其意啦。你迄个意念吼。你这个恶莫做的时阵吼，互你的迄款心才袂惊吓啦，才袂跨开啦。啊，先做的时阵，互你的心吼会向先吼产生迄款光明啦。啊，上重要就讲你爱想办法，互家己的意念吼迄款啊。清净起来啦，所以他讲戒定慧，迄个定就是身心清净。身心清净目的就是要是佛法的主要的重点啦。所以伊这叫做自证其意啦。是诸佛教是讲所有的佛拢安尼教，所有佛拢安尼教安定。我所以咱今仔日你讲迄个三学啊，三学是戒定慧。啊，所以迄个戒吼，就是基础啦，基础就是诸佛莫作啦。然后呢，这个定吼，就是要自证其意啦。然后呢，迄个慧吼，就是四诸佛教啦。你爱了解佛，你教啥去？佛你教啥去？智慧开，观念变，你才袂落入这个六环，想起码你会进入四圣了。啊，进入四圣的时阵吼，你的心愈来愈清，愈来愈清，愈来愈清的时阵，你的生命就对声闻缘觉菩萨有一天入何法界了。入何法界不是讲成佛啦，迄个相当讲明心见性啦，正法心啦，正法心，伊迄个法心吼，就是清净佛啦。清净佛对，所以
今日吼，甲各位讲即个佛学讲座是三学甲十法界吼，你爱知影讲佛学学佛，就是爱成佛啦。啊，成佛的时阵，你爱了解讲戒定慧吼，即个三世吼，佛所讲法门不超过这三门就对了。哦，啊，所以你爱着戒学、定学、加慧学安尼。戒学是基础，定学吼是重点啦。所以你人的心若无在了，身心若无在了清净吼，都谈不上学佛安尼。啊，了后上尾啦吼，才了解迄个佛理、佛教的意义，啊，规个观念拢改变出来，安尼才修行者有才条迄款得顿成就安尼啦，得，是啊。即个以上是今日吼，甲各位吼讲即个三世吼，甲书啊这样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